介绍一下。虽然说大家都要自我介绍，所以哲学星期五也要自我介绍。哲学星期五他是在1930年代的法国，他有一个哲学家，然后他就这样，就像我们这样子，每个礼拜五就找一群朋友到他们家来，然后聊聊天，然后什么都聊这样，发展非常多元的议题，然后也非常多元的方向的去谈论那一个议题。就像说今天在场一定有非常很多不一样专业的知识的背景的人，然后可是我们来探讨这个所谓的在地看物的这个发展的模式，那这也是对台中的一种想象。那哲学星期五它现在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地方都有哲学星期五，在台北，然后台中、台南、高雄，然后甚至有一些大学的校园，像是静宜、辅仁，然后台大也都有，然后东部也有东华大学，就是说北中南东遍地开花这样子哈，哲五到每个地方，我们希望以后是每个县市都会有哲学星期五。那为什么需要哲学星期五？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自己地方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甚至去连接一些全国的议题啊，全球的议题，我们都可以谈。而哲学星期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要以经据典。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来的人他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用一个非常普遍的，然后简化一点、简单一点的入门的方式来探讨这个议题。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回去的时候可以多多的研究这样子。那哲学星期五它是一个完全免费的活动，它不需要报名，你只要那个锁定 FB， 然后其实我们每个礼拜五都在这边嘛。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场域很好，然后每次来都觉得还蛮开心的，那你也不用特别去想说，这礼拜要谈什么，反正就来了，也蛮有惊喜的。那我们每个礼拜五都会在这边，可是哲学星期五它并不是一个盈利的单位，它完全是靠了一群志工的朋友，不管是从海报的设计，或者是文案的编写，然后甚至我们有录影，然后像这些必须要场布啊，等一下要测收这方面，我们都是依靠了一群志工的朋友，然后一起来完成，每个礼拜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那我们是请各位可不可以先给我们的志工团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那哲学星期五它有一个传统因为它就是以群众为主体，就是说来参加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它不是因为主持人或者是主讲者他所讲出来的我们就全盘接受，我们希望每个人来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意见，然后针对这个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那我们当然希望说我们会最后留一段时间让大家再进行 Q&A 这样子，然后一个互动。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这个星期五的传统就是自我介绍，那很短，一个人只有10秒钟，除非你有特别想要讲的那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会有特别想要讲的。那你这样子的话只有10秒钟怎么办？那你就可以找一群人来如果你们要同时讲一个文案，或者是你们想要推的东西，可是希望有更多人知道，可是一个人只有10秒钟，没关系，你3个人来就有30秒了所以我们就希望你可以找更多的人来参加这样子。那我们就是一直在接棒我们可以把工作就是换人做，然后更多的人来参与，说像不管是我们的志工团也好，或者是来参加这个星期五这个每个礼拜这样子讲座的活动。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要先帮旁边这个高中生介绍一下，给你拿一下，就是。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我在开场，所以我们希望一有更多的人来当开场的主持你看大家都很兴奋，有没有？不知道是在看好戏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下次可能就可以找那个就是在下面可以看好戏的人，也说有机会他可以上来体验一下被看好戏的感觉那他是那个你自己讲你自己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小明女中现在高二的学生，然后名叫罗以翔，然后就是对于今天这个议题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在至少我们学校就是在小明女中里面，就是对于刊物的想象其实非常的单一，就是我曾经去跟图书馆说，就是可不可以在图书馆放一些独立刊物，像是古老网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其实图书馆是很受学务处的压力，所以就是告诉我是古老网就是一个
网络媒体。大家可以上网搜寻苦劳网，就是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苦劳网啊，他专门在撰写替一些劳工或者是比较左派思想的一个专门的新闻网站，它是一个独立的媒体，那大家可以回去有机会可以查一下苦劳网。对，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学校通常被鼓励去看的刊物，就是勉强来说就只有英文报了，就是大概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能不能够让一些更多多元的刊物，然后提供更多主流媒体没有提供的观点，然后可以进到校园来，就是比较希望是这样的状况。所以你们自己也有刊物吗？对。那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有什么刊物吗？就是我们最近看我和几个朋友，就是有一起运作一个团队，然后就是我们做了一本刊物叫做《起床号》，然后就是我们会做这本刊物，是因为说我们去年参与了大埔运动的一些过程，然后再跟那些当地人民还有去过当地进行一些接触之后，我们其实会觉得说这些事情在我们日常周遭里面是很少被提起的。那我从就是参与议题的那个场域，回到我的日常生活，发现其实周遭的人跟这些议题是没有产生一些连结的。然后我们就想说，要怎么让他们去关心这个社会？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要让他们去感觉这个议题是跟自己是有切身相关的。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可不可以做一个刊物是专门给高中生看的，然后就是可以产生一些，就是至少影响一两个人也好，就是可以让他们去多多关心这个社会。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是很穷很穷的高中生，然后是我们把它印成黑白的，可是我们没有钱把它印成彩色，所以就是希望就是我们会传一本下去，然后就是如果你翻阅之后觉得还不错的话，就希望可以捐个小钱这样。谢谢。自我介绍虽然只有十秒钟，可是当你当了那个开场主持人的时候，你就比较多的十秒这样。那大家好，我是那个嘉佑，然后我现在目前在大台中市政监督联盟这样子。那我们我这几年我也听过一句话，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叫做越在地就越国际。那这样子的刊物，可能它不会超出了台中市，或者是甚至小小的范围。可是我们一直在讲国际化，国际化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我们一直去看别人的国际化，甚至想要把那个国际化带回到我们的生活身边。可是那还叫国际化吗？那其实我觉得那还蛮奇怪的。我们所想要的那个国际化，其实就是当地的在地化，不是吗？可是我们却一直在追求那一种很虚无缥缈的国际化，可是都忘记了我们自己当地，我们自己在地的到底有什么样的文化，值得我们去思考，然后我觉得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那我觉得有这么一群人在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折舞，让更多台中市民知道有这样子的人在做这些。我觉得他们都傻傻的，因为很多人对台中的想法就是很无聊，可是就是有这么一群这样傻傻的人，然后傻傻的在做这些大家看起来傻傻的事情，可是他们一直做，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有一点成绩。那我们就希望说，可以让更多人来看到这样子的，这么有生命力，然后这么关心关怀在地的这样子的刊物。那我的自我介绍完毕了，我超过十秒了，所以就是你现在就是你的事了，各来些列台。那就从观念上做起。我是文华高中一年级的李杰文，谢谢。我第一次来，为什么会想到？因为我们历史老师介绍我们来。历史老师他原本说要来，但好像是没看到他。大家好，我是从女中高二的海英。大家好，我是陈汉。
好，大家好，我是第二次来，我姓王，叫做王国仁，我是以前担任二十几年的政治记者，后来退休了，退休十三年以后，现在重做红务，但是以前是政治记者，现在是当主笔哈，写评论那些谈社论哈，谢谢。大家好，我是小白，我是翘班来的，所以不要拍我。大家好，我是小弟，我是个废青。什么是废青？就也不是愤青，废不青年。对。大家好，我叫文杰，我现在在台中，就是做在一项工作室里做在企划的，然后我就希望说，就是因为我对浩瀚非常的热情，就过来这边。大家好，我是心颖，我现在在台中工作。然后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看书以及看新闻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挑错字。好，谢谢。大家好，我叫小生，那我是展台工程师，谢谢。喂，大家好，我是东山高中的静琳，然后我在就是在高二，然后在。就是戏剧社社长，然后我会将一些比较文学的东西，或者是台湾的东西，或者是像这种议题，会带入戏剧社，然后加入视觉元素，让更多网友想看到这样。喂，大家好，我是台中女中高二的赵伟达。是台中女中高二的刘心怡，然后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学妹，她最近就是想要办一个学生多人组讨论的会议，然后就是好像每个月都会开一次会，讨论最近比较重大的社会议题，然后就是礼拜日早上9点在中中门口，就是欢迎高中生有兴趣的可以去参加，就是联络他们之类的。好，谢谢。不是高中生就不能去吗？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不是我班，那是什么？有联络的管道吗？需要跟谁联络？反正就时间到了，大家好，我叫陈一行，然后来这很多次了，然后顺便打广告，那个普拉网哈，那个很缺钱呐、所以如果来说要捐钱的话，多捐一点给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只有两个记者嘛，然后他们去年还，我看那个他们整个财务支出数还是负的。所以说我今年的捐款我都捐给他们了，所以说大家有能力的话捐的话捐一点给他们哦，就这样子。大家好，我是罗马高一年级，我叫陈一爽，然后我是刚刚那个女中的学姐说的那个就是学思会的联合负责人。大家好，我叫张一喜，我也是罗马高中一年级的，谢谢。大家好，我叫阿吉。大家好，我是启平，我是第一次来。刚刚听到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有点想跑了，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好。大家好，我是一中新生医所的研究生，我叫柯芳宇。那边传的对。好。大家好，我叫谢贤哦。过去是后文青准政客，那对这个议题有兴趣，是在我很好奇说，类似在我大理这一种，等于是外溢市区或是新兴的都市的情况，在很缺乏独立书店通路、独立月经通路的情况之下，在地方又有什么发展？我很多在关注这个议题。请问一下，什么是外溢社区？那个外溢市区就是指那个，就台中市，因为住得很满，所以那时候早期是太平，后来是大理，慢慢的变成住宅，劳工的住的那个居住的地方这样。大家好，我是玉君，然后我是第一次来，然后因为最近觉得知识很少，所以想要来这边补充一点知识。大家好，我是楚怡，然后我现在是就是心理系一年级，然后我觉得就是读心理系感觉要多了解一点社会，然后所以就想说要多来。大家好，
好，我是乔伊，然后今天的主题是独立卡物，然后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收集以及看独立卡物，然后除了台湾的之外，就是我常去日本旅行的时候都会收集他们各地的卡物，然后每一个再小的地方都会有自己的卡物，然后我们一个外地人去到那个地方可以很迅速的就了解就是当地的人事物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独立卡物对于大城市可能是还好，但是对于一个小地方或者是一个独立的议题来讲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会过来。谢谢大家平安啊，我来过这边很多次了啊，而我是自己本身就是从事那个媒体的工作，我从事的媒体工作主要是用台语来写的，所以目前在所有的网络所有的一些媒体里面，真正用台语的文字化来写新闻的啊，我刚刚听几个朋友讲说大概还没有，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脸书里面搜寻啊，你广告一下我的那个网站是新都，叫新都市啊，基本上我当时用这个名字的意思所指的就是台中市啊，就是新都台语文新闻网，只要把这几个字搜寻，我想大部分都可以找得到，而我大部分写的也都是台中市的新闻多，比如说我有写过台中市第几号爆发公司啊，我不讲第一号，讲第二号爆发公司，啊，台中市上有文化的爆发公司，所以差不多是有关的在地的代志。我台湾拢来讲，比如像台中市有真好的美术馆，有真好的科学博物馆，啊，甲美迄个最近旧年成立的图书馆。而这三馆内底是非常好的一个，大家有机会咱上去看。那另外马上有一个戏院会出来，啊，就是迄个大都会歌剧院，啊，我拢来讲叫做戏院。所以基本上台中的文化性是袂歹，有三馆一戏院，啊，大家咱用这个方式去了解。三馆一戏院，图书馆、美术馆、科学博物馆，啊，大都会戏院 ，OK， 谢谢。大家好，我是新潮，然后我是做设计的，那今天第四次来吧，谢谢。大家好，我姓胡，我是小学老师。那我看到，那四个傻傻的人呢做的那个刊物呢，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与爱护，因为身为母亲的我，看到我女儿这样子这么的傻不愣登的这样子做事，真的，他为了这个高中生，因为新生代的人要需要就是需要多看，尤其是在那种封闭的小民，因为我也是小民毕业的，那所以很需要就是说大家的共襄盛举这样子，谢谢。大家好，我叫明彦，我今天是因为那个大都报温度来的，然后大都报曾经是我们班上教育部的主题，一个礼拜的主题的，虽然每个礼拜都是我在换的，但那一次的主题在班上引起蛮大的注意，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代替卡。大家好，我叫雪怡。大家好，我是淑慧，是哲武的志工，然后来不知道几次，这样已经没有算了。然后大敦报跟温度齁，这两份属于我们在地的一个刊物齁，也是我回来台中之后才接触到的。然后我在想，我们台语有一句叫金苗起行啦齁，那我不晓得说那个这两份刊物的编辑他们会怎么样看，就是金苗起行这样的，因为好像常常就是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反而容易被我们忽略，那怎么去把这些我们忽略掉的事情再把它重建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的身边这样子，谢谢。大家好，我是志杰，是第一次来这个星期五，那我觉得现在的媒体其实很多部分
报道，其实虽然讲全台新闻，其实都是台北的新闻，所以我想多看一些关于台湾跟在地跟我们生活生活中有关，因为我是台中人，我想多多了解这一方面的讯息，所以才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谢谢。大家好，我叫 Bill，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新新闻。那这次会来，其实主要是因为看到这次的讲题。那自己本身有在参加一些读书会，那所以在从去看这些资料当中，发现到自己对于资讯的部分其实是很被封闭的。现在网络上的资讯好像很多，但其实实际上它那个资讯都是被筛选过的。而在独立报道这个部分之前，也有曾经接触过独立报道，所以是。很想要再更了解一下目前独立报道大家目前在运作的一个状况，因为毕竟已经脱离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运作了，所以想要重新去了解一下目前大家对于一些报道的内容，然后还有一些方向，那甚至是整个趋势的状况。那因为再加上我自己本身是在做策展规划的，最常接触到的是来自于对岸的游客，还有香港的游客。那在游客他们在对于独立报道这个部分的 sense 其实反而是比台湾人还要高的，所以就是对今天的这个议题非常有兴趣。大家好，我叫赖俊勇。那我之前是在台北工作，那去年离职回到台中来。那我知道说台北那个木泽咖啡的话，它每个礼拜都有那个哲学星期五，但是我知道到最近我才知道说台中也有，所以今天就很好奇来看一下，所以今天是第一次过来，谢谢。大家好，我是台东的赖文君，我也是台东的志工，谢谢。大家好，我是汉娜，就是我自己也是土生土长台中人，可是我觉得在地人对于自己生活的环境会有些盲点。我是到了外地读书回来之后才发现，我跟台中不是那么熟悉，所以看到我回来的时候刚好温度跟大墩报开始慢慢发展，我觉得看真遇到救星这样子。然后这次来也是希望可以听听他们在办报或是编辑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分享，这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嘉韵，我来自南投，那我已经缺席一个多月了，所以今天重新回来上公民课这样子。大家好，我是余晨。那一直觉得独立是一件很辛苦也很困难的一件事，不管是独立媒体、独立书店，然后独立报道到台湾独立，大家加油！大家好，我是我，我目前在贵州读书，谢谢。大家好，我是文华高中一年级杨春芳。大家好，我是苏菲，我是台中动保志工。那我也是大台中市政交联盟志工，泽武志工。那广告一下，我捡到的大黑狗还在开放送养当中，它非常的听话，然后欢迎大家认识它。那希望大家能够支持，用结扎代替扑杀，那用认养代替购买。那另外除了独立报阅读之外，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参加志工的行列，因为你光是读以后，我觉得应该有些行动出来吧，对不对？那事情都要有人做，我们不能等着别人帮我完成我们想要的梦想吧，那就一起来做梦，一起来完成好不好？谢谢。大家好，我叫常南，然后我是个上班族，然后我对这个议题呢，就是有想法，是因为我最近常常会有一些奇怪的媒体，然后就是看了他的那个讯息之后，我瞬间会被脑波会被影响到，然后就想到，这个是真的吗？然后想，好像不太对，对，常常就是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就想来认识一下其他媒体，对，就是一般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谢谢。大家好，我是佩依，然后大家可以叫我 Lisa。 然后就是关于独立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很惭愧的是我每次看一看就把它拿去回收。那我今天就是来这边希望可以更了解，那其实回收之前我都还会分享给亲朋好友来，因为我没关系嘛。对，那个我也是泽武志工，那今天就是有给大家签名版部分，如果就是大家已经有留过 email， 然后有收到我们就是寄送的消息的话，就可以不用再留 email。那如果没有收到的，或是第一次来的，那欢迎大家留下 email， 那我们会把每一周的活动讯息寄给你，谢谢。这个
我们关心社会议题。最后叫俊男，谢谢。好，那大家好，我是台中中的学生，那我叫张子月贤，那我在学校里面做校园刊物跟独立校园刊物。对，那我看到大家拿了大肚包，我觉得就个人觉得非常难过，因为我星期三中午为了拿大肚包跳课跑出来，然后打了很久的弹珠台才拿到大肚包，然后反正今天就有罚了，就是这样。大家好，我是暨大学的老师，我叫西浩，也是待会要当主持人的那个人了、啊、哈。我第一次来折舞，很兴奋哈、啊。到目前为止，我的感觉是折舞的感觉比大学教室里面的感觉好很多哈、啊，感觉到很温暖，然后令人振奋，觉得台湾跟台中的未来好像很有希望。好，大家好，我是服务正业的建筑系老师，我是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好，我是阮俊仁，成功。大家好，我是台中一中高一的黄冠，然后我是下一届的学生会长，然后我希望能够在校内推广一些校园刊物，然后所以我希望能够在之后学到一些有关新闻报道的一些事情，然后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台中一中高一的陈冠豪，我是下一届学生会的自立处长，然后。生活有温度，生命有新鲜度。大家好，我叫路易斯，我是温度的编辑，很高兴可以在这边和大家见面，谢谢。大家好，我叫永志，然后我是温度的创办人，然后很开心今天能够跟大家来这里分享，谢谢。大家好，我是陈学宇，谢谢。大家好，我是孙英芳，我是考大的实习生，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大家好，我叫陈琦。大家好，我叫王丽远。大家好，我叫吴君心，那我也是好办的实习店长，那每麦克风到手上就会变成好办的工商服务时间，对，就我们明天就有那四支培力团队在这边就做一个其中的分享会，大家一定要来哦，谢谢各位，谢谢。高中生在办刊物，就是想起一些往事。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看《破报》，然后我就看一些译文杂志，译文的消息，然后就很向往去台北。就去台北之后，《破报》就停刊了。然后我高中的时候就只能，如果是台中的一些青年杂志什么，就只能看《中式青年》，然后后来有去一个高校系，然后他每次封面都是就是在放正妹，哪个高中的什么。漂亮的女生还是什么帅哥之类的，所以就听到高中要自己办就是杂志就很开心，希望你们可以好好加油办出一个还不错的刊物。大家好，我是那个好办的经营者吴达人，然后今天就是苏老师要讲大德报，然后大德报其实跟好办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实好办是因为在去年初的时候参加中站子弟举办的那个培力工作坊，然后才认识中区，然后才决定要到现在大家所做的这个地方，就是所设点的。然后就很感谢就是站基地，就是也给我们的很多协助。然后我们也非常非常鼓励，而且欢迎就是更多的年轻人或是实践者回到这个老旧的城区，然后重新用年轻人的创意孵化在地。那刚刚习店长已经讲过了，那我再讲一次，就明天的这几个团队，像有三个团队，他们所关注的议题都是跟中区在地有关。有一个他们是希望做第一广场移工外籍移工的剧情片，用剧情片来拉近本地人跟外籍移工的关系。那第二组团队他们要做的是行星职人，如果你们的摩托车刚停在右手边那个铁皮屋的那边的话，你应该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做好了那个组织，那个就是中区在地的一些还在那些老店家，有做眼镜的，然后有做西装的，做雕刻店，那他们希望用这些老师傅的图像最后做大图输出，然后展示在有可能是在旧
会在就是中区出现。那另外一组跟中区有关的团队是做老树的艺术工作坊，像是台中医院那边有一棵老的榕树，然后或是市场里面的芒果树，所以那他们明天都会有就是更详细的分享的，也要欢迎大家来看。可以问一下，我是你们的实习生吗？实习店长嘛，我们实习店长现在已经额满了，现在已经有六个实习店长，然后是中区站基地有缺人，就是可以到中区站基地。然后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就我们会跟中区站基地接下来会希望做一件事情，是有关中区旧城的资料搜集跟人物访谈，因为旧城其实的研究资料非常非常少，然后没有论文是在做有关这个地方。那这些老人很快就会过去，那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有更多对于历史，然后对于中区台中在地有热情的这些伙伴们，然后一起就是来报名。那报名请找苏老师，等一下。中区再生基地。中区再生基地的苏老师，对。中区再生基地。然后，如果真的还是想要到好办法。哦，对，我刚才忘了讲一下，中区再生基地就在前面 Seven 的二楼。对，如果你们去Seven 买路，中山路跟静光街交叉口。大家好，我是于西，我是个上班族，我挖地基啊。大家好，我是信荣，我也是哲武志工之一。那我原本是一位小儿科医师，然后三年多以前我离开了医疗的工作。那这段时间以来，我陆续接触过很多不同的领域。那我最新的归属是跟我们开场主持人之一一样，我在那个大台中市政监督联盟担任执行秘书。那，身为一个出生在台中、成长在台中的台中人，就是很欢迎，也希望大家继续来观摩在地。谢谢。没有漏网之鱼的，我们都记得，谁比较晚记得？那我是从中兴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的学生，叫林嘉荣。我今天我。外托应该还有蛮多人没有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蔡神允，然后我念清大人社三年级，然后我是台中丰原人，然后也是山海豚读书会的成员。谢谢。大家好，我是嘉勋，以前来过一次，那我是山海豚读书会的成员，也是温度的执行编辑，然后也是大步山以西那个蛮荒之地的海线无锡人。大家好，我叫旭宝，继续的旭，宝贝的宝，不是巨宝哦。然后我本身是温度的志工，谢谢。外面还有什么？都卖冰的啊。炸弹，好，外面的可能不太熟。大家好，我叫廖大师，我是顶下礼拜五的鱼竿兵志工，多谢。啊，应该。都有自我介绍到，有那个漏网之鱼的吗？哦，没有哈。那接下来是你的事情。就是我现在怀疑今天的讲座。需要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不只是给我们大家的宣传，是对你们今天的体现跟讲解的掌声。那我们欢迎那个西浩老师。